主料茄子一个，小青椒三个，辅料有50毫升盐、蚝油、蒜20克，味精、酱油、白糖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茄子、青椒准备好，辅料酱油、蚝油、清水、白糖调成汁，蒜切成末和蒜片，青椒切成细丝，茄子去皮，用手撕成小块后加入一点盐，揉出茄子的水分，起锅，爆油，爆香蒜末后，加入茄块翻炒，加入一勺清水炖上1分钟，让茄子入味，茄子8-9分熟，加入青椒丝大火翻炒，最后加入调好的汁，大火收汁，加少量的盐、味精、蒜片，出锅，装盘。烹饪技巧，因为茄子先用盐杀一下水分了，所以最后加盐的时候稍加呢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